好了，接下来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这是我们本山选谁上春晚最最重要也最最期待的时刻，看看谁能抓住最后的机会拿到我们登上春晚的入场券呢。掌声同样响起，他们获得了97分的高分。最后一组了，最后宋小宝、赵海燕、张小飞、张小伟，他们获得的分数是99分。没错，本场最高分。当然我们两场相加产生的最终结果将决定谁登顶辽视春晚的舞台。接下来让我公布一下最终的分数是，成也陈爽获得的最终分数是208分，刘晓光田娃获得的是214分。哇！好，小沈阳、沈春阳，他们获得的最终分数是212分。看看接下来宋小宝、赵海燕会不会把分数有所变化，打一个翻盘之仗。来，接下来我公布宋小宝、赵海燕、张小飞、张小伟最终获得的分数是212分。接下来我们要用最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刘晓光田娃组成功登顶辽宁卫视的春晚舞台，恭喜他们成为了本山选谁上春晚的第二季的总冠军，恭喜你们。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按照我们比赛的规则，那我们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有机会登上我们辽视春晚的舞台。对，更好的消息是亚军有两组，第一组就是我们的小沈阳、沈春阳，第二组就是我们的宋小宝、赵海燕、张小伟、张小飞，加上我们的田娃和刘晓光，以上三组将成功登上我们2014辽视春晚的舞台，掌声再次响起，送给他们。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也感谢电视机前和现场观众的陪伴，更感谢我们四位评审精彩的点评，让我们再次谢谢梁宏达老师、李湘老师、赵文卓老师、赵本山老师，谢谢。